以前有同学说我推荐的手柄贵，这只手柄又便宜又好用，它可以用 2.4G 无线玩电脑游戏，也可以原生无线玩 Switch 游戏，它还可以用蓝牙连接苹果 iOS 手机和安卓手机和电视，关键是它还有六轴陀螺仪，在 NS 游戏里面可以用体感瞄准。这就是盖世小鸡的 T4 Pro 手柄，手柄带两个背键，按键可以自定义，还有透明的灯光，随机附赠了手机支架，它的价格是100多块钱，另外它还有有线版本，价格更低，支持多平台多种连接方式，功能丰富的手柄，不想来一个吗？